哎，OK，I know，他是You know，哇，这个话，啊，这为什么我们？有什么十八生肖？十八生肖，我们在讲错了吗？他掉泰点，他刚刚画圈圈，没有没有，你这是在跟吴康仁开场戏吗？对，那已经忙完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看了我这个，心跳哎，我好紧张，挑起了欲望吗？你有没有顶瓜真的很残忍，你没有帮我把顶瓜修掉，是女明星的杀手。挑起了，帮爱抚左边，帮爱抚左边，好的好的好的好。 跟老公是一样，他会摆出的角度都是刚好摄影机拍出来，或是漂亮的。哦，就在新老公感觉有不一样，没有新老公啊。那你跟老公最亲密的时段大概是？结果能几年了？十几年了。对呀，这种问题就跳过，跳过。十几年的婚姻也是来，you know，you know。好，不老实跟分享，碰什么对方呢？I know。S那时候有意外，那个离婚对单这件事情。听到他离婚这个事情还蛮惊讶的，因为之前他在节目中都是表现出很幸福美满的样子。 没想到那么突然就离婚了，啊，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一些不同的转变啊。那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是自己在过的，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怎么点这？怎么透明走光啊？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，谁没有苦呢？你们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。 到了一个阶段的女人，我们需要的是很多情感的回馈，哦，要有真正的顾你，要心听你，要心灵的陪伴。在性事方面也是要，这一定的吧？要不然的话，如果她非常倾，非常会倾听，然后那个超小的，这可能要再思考一下。